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xel。我是雷音，我是阿斯卡。然后今天和他们听两首铁肺女王的歌曲，黄绮珊的《回来》和李佳薇的《等待》。然后先听李佳薇的《煎熬》，然后先听《煎熬》吧。我想
下一首是黄妈的歌曲。打开这深渊，抚摸寒星光，我只想走进人烟啊，依旧太寂寞。
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然后其实我相比黄妈的回来，我还比较喜欢罗琦的那个版本，但是我没有找到，但是我以后会放罗琦的歌曲的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拜拜。